这里是西归浦市民们每天锻炼身体的七十里湿公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公园各处写有诗句的诗碑，七十里湿公园隐藏的名胜天地渊瀑布展望台和鸟岛展望台也都藏在公园内。将在七十里湿公园见到的艺术作品正是乌托邦美术馆。把险些被水淹没的茅屋改造成美术馆的是七号作品诗房屋项目。美术馆内分一二层展示着已在贫瘠的土地上建立美好家园的冀州人为主题制作的各种装置作品。和表演艺术家金伯基作家的独特作品一起查看一下七十里青年探险队的生态节目。在美术馆内的图片区，戴着石头老人面具拍一张以汉拿山为背景的帅气的照片吧。